医生您好，我母亲今年71岁，正准备进行关节置换手术。当地医院说，现在技术先进了，手术由机器人来完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由机器人代替医生来为我母亲做手术吗？这能靠谱吗？机器人手术是一项最先进的关节置换的技术，它并不是让机器人来代替医生来进行手术，而是辅助医生进行关节置换的手术。因为我们知道关节置换最重要的呢，是把这个假体啊放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，因为只有放在合适的位置呢，整个关节的功能才会正常。那么我们在传统手术中呢，术者是根据经验来把假体放在这个位置上的，而如果有了机器人的帮忙呢，有一个机械臂，同时还有一个导航系统，那么在术中呢，我们可以实时看见这个假体的位置，并且让机械臂辅助我们把假体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和角度。所以说机器人手术呢，它只是我们